下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 E3 产品的一些参考设计。这块使用的是我们专门针对显示，的应用场景的一个型号，是 E3340。然后这个板上的话有集成，搭载两路的一个 camera 输入，其中分别对应的是一个使用的是 TI 的和美信的 GMSL 的不同的接口，有支持 Binco 的输出和那个 LVDS 输出。同时搭载有1000兆的 T1 接口，然后 USB 2.0以及多路的 KFD 接口，并且有外扩一颗32位的 SD RAM，最大容量是512兆比特，然后有搭载一个64兆比特的一个 QSPI 的 NOR Flash，这个 NOR Flash 的话主要是用来做一个数据存储的，这个就是我们 E3340这个显示参考设计的一个框图，并且我们有支持 SD 卡。